你们有没有发现，只要是吃火锅，桌子永远不够用。然后我就发现了这个可以转动的火锅篮，把想吃的菜全部放进去。这个火锅篮从去年就分享用到现在了，底部带转盘，想吃哪个转哪个。用完了把格子全部收起来，清洗也方便，不用像之前洗一堆盘子。爱吃火锅的家里备一个。